一下魔术八千最新推出的这款产品超级火炮。首先我们打开包装，能看到一共是六个部分组成。第一，底座。第二，炮管。第三，脚踏板。第四，充电器。第五，遥控器。第六，说明书。我们拿到产品以后，首先要仔细阅读一下说明书，详细看到上面的注意事项。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超级火炮的特性。首先看到是底座，这里有电源、踏板插口、充电器接口和电源指示灯。这款超级火炮是双控型，有遥控器和脚踏板两种控制方式，并且是底座和炮管分开，可以分拆，易于携带。首先我们拿到火炮以后，摁开电源键，确认充电完成。我们试一下这个效果。首先是遥控器，然后是脚踏板，大家看到这款产品跟传统的电容丝式产品不一样，火力更强劲，在上台表演的时候更不容易出错啊，效果会更好。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火炮的使用方法。首先将炮管和底座连接，还需要准备火棉和雪花纸。火棉一包10克，大概一次用1/10到1/2，雪花纸一包12克，一次用3到4颗，根据自己需要和表演效果酌量添加。这两款产品在我们官方网站都有销售。大家可以看，这款产品的炮管是特意加粗的，往里放5到6颗雪花纸都是没有问题的。首先，我们把火棉放入炮管，压实。大家注意，一定要将火棉与炮底座接触到。放入雪花纸。这样，我们的准备工作就做完了。准备工作做好以后，接炮放在舞台中央，确认打开电源，电源可以打开。1、2、3。大家看到这款火炮的震撼效果。它的高度和宽度都可以达到3米左右，是模特爱好者舞台表演的首选产品。谢谢。